一切都好，所以今天一定会一颗平常心去打这样一场德比，不要有其他的一些太过于不符合这样德比比赛的这样一种杂念。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球员应该说各方面准备很充分，所以俱乐部上下也是准备得很充分啊，那么什么结果都能接受，只是要打出我们自己的技战水平跟精神面貌来，这最重要的。这个镜头当中也可以看到上汽浦东足球场啊，确实内部非常新，然后各种各样的装潢设施都处处烘托着一支中超豪门的这种氛围。赛前的最后一堂备战训练课还是来这边进行了一个训练啊，包括其实上一轮比赛也看到主教练还是主动做了一些轮换，感觉在队员们现在的一个身体状况怎么样？ Coach, she said that in last game, you rotate the team, you know, you change some players for last game. So how do you think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player now at this moment? It's okay, okay. We made some rotation, but no, we are having three games in a row, you know, it's the normal thing. But I said from the very first day that our strength is our squad, and that there is no up and down between our players. Regarding, I am picking a choice in the player regarding the game plan. 那么上一场比赛，因为你要知道我是连续三场比赛，我们那么所以说做一些所谓的这种轮换也是非常正常，并不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那么我从第一天我就说了，那么我们这个阵容还是厚度还是可以的啊，非常好的一个阵容厚度。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球员其实都是没有什么所谓的这种上下差距特别大啊。我只要做好一些根据不同的比赛的一个对手啊，不同的比赛方案做出一些这个球员的选择就可以了。好，我们看到了很多关于前方啊这样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和采访的情况，但是呢，我们也是离比赛的开始越来越近了，我们还是给到荧幕前的各位一系列的玩法，关于到今天这场重头戏，我们欢迎球迷朋友们多多参与。首先呢，我们竞赛部大神的第一题问到的是，本场比赛哪支球队能够继续保持连胜呢？这道题问的非常的委婉，两边都是以三连胜来到了今天这场比赛，这场比赛谁输谁赢或者是打成平局呢？欢迎大家直接做出属于自己的赛果预测。 A 选项上海海港， B 选项上海申花， C 选项呢是都不能。欢迎荧幕前的各位动动手指点击屏幕一键作答。当然我们还是要提醒荧幕前的各位，上半场第十分钟我们会为您带来竞赛吧大神第二题，当然上半场第20分钟主队的弹幕口令抽奖开启，上半场第30分钟我们是竞赛吧大神的第三题，同时不要忘记我们还有红包雨随时触发，欢迎大家多多关注。那接下来我们赶快去看比赛吧。各位球迷朋友，欢迎跟随着我们的镜头来到前方上汽浦东足球场，上海德比一触即发。这场比赛我们在现场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前播角杨旭指导，也和我们共同带来本场比赛的解说。杨旭你好。你好，大家好。这场比赛呢，应该说两支球队呢在之前都是三连胜，这个成绩呢可能海港这边这个成绩赛前大家可能觉得会非常好，但是申花这赛季呢应该说在上海德比之前也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大家或多或少还是有一点意外。其实赛前呢，刚才我们俩在连线的时候你也聊到了，说申花这边呢确实这赛季三场比赛表现非常好，球队的冬训呢你也完全跟随了，你觉得这支球队打到这么好，或者说你对他们这赛季球队成绩的预期到什么程度？我觉得今年的申花队踢得比较稳健，而且没有那种大开大合的比赛，而且1-0的比赛进行了3场，而且都是1-0，相信这场比赛包括我们整个冬训都是一个稳步的进行当中，而且这场比赛大家能看到双方都是三连胜，这种机会其实并不多见，而且两个榜首大战又是德比，相信会是一场非常激烈而且
很激烈的比赛吧。确实，我们说上海德比呢，我印象中确实是第一次，就是上海德比的同时呢，又是榜首大战。这场比赛呢，因为就是美中不足呢，上汽浦东足球场因为它前五轮比赛呢还是有人员的一个限制，所以这场比赛我们俩虽然在现场，但是这个场地可以容纳37000人，条件应该说非常好。那这场比赛目测可能也就是有个13000-14000人左右。那这场比赛呢，赛前呢我们已经感受到球迷火热的这种氛围，包括杨旭，我们俩在进场的时候，球迷已经在发现杨旭的时候一直在高喊杨旭的名字。然后这场比赛呢，也是杨旭的解说首秀，非常有意义特殊的一场上海德比。我们看到了赛前球员通道当中的球员，刚才呢咱们俩也在这个球员通道走了一番，就是你的感受呢，就是说现在的身份我们已经穿上了西服，和球员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在走球员通道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我觉得还是我刚才说过了，既熟悉又陌生，可能身份的变化让我觉得他陌生，但是呢这种球场的氛围又让我很熟悉。就像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的东西一样，原来可能一个月之前我还活跃在赛场上，但一个月之后我活跃在赛场看台上，我觉得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看到这些熟悉的面孔，这些熟悉的队友，全是老队友啊，当然也有一些新队友。对，然后我们看到的是上海海港的替补阵容。这场比赛呢，平科作为主力中锋并没有首发登场，我们看到了冯进包括李帅。哎，赛前这时候大家看到了现场的灯光秀是来了呀，因为是专业足球场，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效果做的已经非常，其实欧洲化了。对，现在的球场的开幕的感觉太棒了，真的是。确实有，因为之前3年的这个赛会制比赛，其实你感触颇深，就没有球迷的比赛，跟现场这种人山人海的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真的不一样，有球迷的比赛才叫比赛嘛。是。哎，我们看到了曹云定，曹云定赛后在，哎，赛前我们已经看到了双方队员准备进场了，这是现场的灯光秀。大家看到了球场整体的一个氛围，应该是我们在现场感受的会更好。严巨灵包括张林鹏，我们看抱着自己的小宝宝，有点害怕。是这种氛围呢，我们看这些队员，现在这种感觉有点像游戏画面的感觉了，真的做得真的好。队长吴昕，两队上赛季的交锋呢，申花是1-1，2-0这场比赛呢，杨旭当时还有关键的进球。这赛季首回合的上海德比，赛前要进行升国旗、走国歌的仪式。国歌奏罢，这种感觉太熟悉了。是，这应该说是你第一次以解说员的身份，其实听赛前的播放国歌。对，因为每一次做完国歌，都有这一个小的习惯嘛。但刚才也不自觉的把小的习惯做出来了。我们以后啊，杨旭解说比赛，应该现场给你架一个机位，大家能看到你实时解说的画面啊。对对对。大家有没有这个诉求？熟悉的球迷应该都知道杨旭赛前的小动作是什么。我们看这是两队赛前的合影。申花今天呢阵容呢应该说没有太大的变化，他们今天呢应该还是一个4-3-3的阵容，
上轮比赛说有可能特谢拉或多或少有些伤势，但他这赛季呢确实对于球队而言太重要了。他们今天4-3-3的一个阵容，一会儿具体的站位呢杨旭可以给我们进行介绍。门将呢还是马震，两个中卫朱晨杰、蒋胜龙，左边后卫今天崔林，右边后卫燕新立，三个中场阿马杜、吴曦、特谢拉，锋线上马来来作为中锋，左边是曹云定，右边是徐浩洋。那申花今天这个阵容就中卫位置呢还是非常稳定的，但是今天中场呢或多或少，我们看阿马杜呢，他之前呢是曾经因为在打梅州的比赛的时候家里有些事情，对他这赛季呢就是说对他应该是非常了解，他的加盟应该说对于中场的防守作用还是非常大的。对的，因为那个前天给他离开导致我们的中场的防守硬度有所下降，然后他的加盟呢会让申花的防守硬度得到更高的提升吧。没错，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李海鑫，第一助理裁判汤朝，第二助理裁判罗正，第四官员梁松上，今天的视频助理裁判是关兴，他的助理是马强。然后我们看到了上海海港今天的首发阵容，海港今天的首发阵容呢今天赛前呢现场大屏幕给了一个4-2-3-1的站位，但是我们要结合具体来看啊，门将是严俊凌，两中卫5号张林鹏，搭档3号蒋光泰，左边后卫3号李文军，右边后卫4号王申超，三个中场6号蔡卫康，身前的两个中前卫呢8号奥斯卡16号徐昕，锋线上三个人7号吴磊应该是居中，左边是九号小宝利，右边呢是24号巴尔加斯。我们看两队的主帅，申花的吴金贵指导以及上海海港的哈维尔。哈维尔呢虽然三场比赛都赢了，但他应该说或多或少呢也承担一定的压力，现在海港球迷对球队的期盼呢可能不光是赢球，还要赢得漂亮，比如他们之前对深圳的比赛呢赢得确实相对非常吃力。上轮比赛呢球队是1-0战胜了沧州，赢的呢也相对并没有那么顺利。我们看到了朱晨杰还有徐浩洋，徐浩洋呢这赛季应该说直接占据了一个首发的位置，一会儿开赛之后杨旭可以给我们介绍介绍徐浩洋在这个冬窗的储备，应该说是准备得非常好，非常好。比赛马上进入倒计时，好，各位球迷朋友，欢迎收看腾讯体育、腾讯视频共同为您带来的2023赛季中超联赛第四轮上海德比，同时也是榜首大战上海海港主场迎战上海申花的比赛。我们本场比赛邀请到了前国脚杨旭，和我共同带来今天本场比赛的解说。这场比赛呢，也是杨旭的解说首秀。两队上场比赛主场作战的上海海港队穿着的红色球衣，上场比赛他们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申花今天蓝色球衣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杨旭，应该说作为解说员这是第一次，就是听到了开场哨，和之前作为球员有什么区别？区别很多吧，可能现在手心都出汗了，因为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都特别的重要，而且又是德比。作为球员来说可能这种紧张的程度并不多，但是作为一个球迷的角度来说这种感觉真的很不错。我们看刚刚开场这边已经形成了一脚有威胁的传中，这边是蒋胜龙的解围，确实像杨旭所说的，有的时候先看这个球、后点王申超头球横梁、刚刚开场啊，比赛就直接进入了高潮，双方不需要过多的试探。对的对的，因为双方对于双方来说都太特别的了解了，已经是镜头给到王申超，刚才这下顶到了横梁上，差一点就帮助球队首开纪录了。因为今天海港队的没有高中锋，所以说他们的传中更是在边后卫的身后。是这场比赛呢应该说两个队呢之前的三场比赛呢上海双雄已经取得了合计取得了6连胜，上海海港这边呢三场比赛呢应该说成绩呢是非常稳定，他们第一场比赛客场2-0战胜了三镇，随后呢3-2战胜第一场2-0战胜了三镇。先看这个球根本不给我们介绍的机会啊！开场之后呢，海港这边攻势呢，借助主场之势攻得非常猛。哎呦，这个球，角球，主裁判和助理裁判都示意这个球是角球。巴尔加斯，对这个球裁判应该看得很清楚。崔林，崔林也是今年新转会的球员，是，我觉得他的执行力，包括他的战术的素养是特别高，真的。没错，我们再通过慢镜看一下刚才这个球啊，崔林这样应该是碰到了球，他一直在摇手指。哎，这个球 VR 应该没介入。我们说三场比赛呢，海港是2-0战胜了三镇，3-2战胜了深圳，以及1-0战胜了沧州雄狮。我们先来看这个角球，奥斯卡来主罚，前点的机会，因为巴尔加斯，
华人，因为海港队因为拥有了主场优势嘛，他的前十五分钟一定是压着申花去踢的，是每一个主场的球迷会给客队来带来很大很大的压力，这就是球迷的优势，主场的优势。没错，从球员的角度呢，其实因为我们之前三年这个因为是赛会制，所以今年这现场有球迷，就从央旭的感受上应该说也是截然不同，这个有没有球迷，这球员可能感觉更直接。其实对，而且三年没有球迷，而且这种德比的比赛，相信球员会先适应一段时间。是，申花这边呢，之前三轮比赛呢也是，非常顺利，3-0，1-0战胜了泰山，1-0战胜了梅州客家，以及1-0战胜了长春亚泰。两个队呢，之前在各项的赛事呢有过25次的交锋，海港是11胜9平5负，相对占优，进48球，丢了25球。而中超赛场上，两队呢是有过20次交锋，海港是9胜7平4负，也占据绝对的优势。而上赛季两个队呢，因为赛会制，其实在一起第二轮和第七轮分别相遇，两场比赛呢，第一场比赛上海申花是2-0战胜了海港，而当时呢2-0，其中有一个进球呢就是杨旭打进的。对，因为讲个笑话，就很多人都说我来申花队之后就是为了替上海而来的，所以说每次都跟上海的时候都会有精彩的表现嘛。是，然后上赛季呢两队的第二回合比赛是战成了1-1，我们看这下呢，哎呦，这个球呢应该说马震这个身高其实已经足够高了，但是这个球掉过去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不太走运，王申超，巴尔加斯。开场之后呢，双方的具体阵容我们来再给大家进行一下完整的介绍。上海海港这边呢，今天是排了一个4-3-3的阵容，门将1号严俊凌，两个中卫5号张琳芃搭档3号蒋光泰，左边后卫11号李文军，右边后卫4号王申超，三个中场球员呢，6号蔡卫康，他身前的两个中前卫8号奥斯卡搭档16号徐昕，两个边路一边是9号鲍里尼奥，一边是24号巴尔加斯，锋线上顶的是7号吴磊。这是上海海港今天的首发阵容，你看这个球犯规了。这个对抗就是这种欧洲的对抗，是阿马杜对奥斯卡。今天呢，阿马杜和奥斯卡两个人其实有点对位，对上了。对，对的，对的。是矛更尖还是盾更硬？是，不光是这两个人是矛更尖还是盾更硬，这两支球队也是一样。前三场比赛呢，还刚打进了6个进球，是所有球队当中进球最多的。而申花前三场比赛一球不失，是中超所有16支球队当中仅有的一球不失的球队。我们看奥斯卡，好球，保利尼奥，小保利。申花这边的阵容呢是这样的，4-3-3的阵容，门将呢1号马震，先看这个反击，特西拉。哦。裁判示意有力，裁判示意有力。没有犯规，没有犯规。是。然后他的阵容呢，4-3-3的一个阵容呢，门将是马震，两中卫5号朱晨杰搭档4号蒋成龙，左边后卫21号崔林，右边后卫2号燕新立，三个中场6号阿马杜作为防守型的中场，身前15号吴曦搭档10号特西拉，锋线上三个人11号马来来是中锋，左边是28号曹云定，右边是7号徐浩洋。这个球也是没有犯规，反击的机会，反击的机会。马来来，特西拉，哎，两个人这个球有点抢啊。特西拉拉边，但是申花这边进攻投入的兵力并不是太多。看马来来，蒋光泰在跟他，演习力。马来来拼过来了，哎，现在蒋胜龙的踢的是真的很稳健。是，我觉得这个是这赛季呢，就是申花之所以外援呢敢中卫，就是不引进外援，就是因为蒋胜龙的成长啊。我觉得未来十年，蒋胜龙跟朱晨杰是未来国家队的栋梁，是申花的栋梁。这赛季这两个人的搭档，确实球队我们说三场比赛呢一球不失，和这对中卫组合呢有特别大的关系，包括他的门将马震。三个人的平均年龄非常非常的小，而且他三个人的默契程度一定是在这两年中提高得很快。没错，朱晨杰和蒋胜龙呢，他们俩都是从小跟着徐根宝指导一起长大的，都是22岁，马震呢是24岁。对啊，这个球出去之后呢，吴曦应该是有一个犯规带到了小保利。对，哎，主教练在质疑。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李海鑫，我们看哈维尔对这个球呢，他肯定是不满，他觉得这球应该是要补张牌。对对，这是一个主教练的一个套路，就是说给裁判施加压力。
吴俊贵指导非常有经验，过来安抚一下情绪。吴俊贵指导来做一个和事佬。李海鑫确实这两个赛季呢，很多焦点战都是李海鑫来执法的，执法的水平还是可以的。奥斯卡，开场之后呢，应该说申花呢，其实上个赛季呢就是这套打法，一直在打防守反击。申花呢前三轮比赛虽然说全取了九分，3-1，但是他们场均的控球率呢只有34%，是所有球队当中最低的。杨旭，这个就是吴俊贵指导其实有意的部署，就是不要球权。对的，因为去年的申花队也跟今年相差不多，而且很多球迷都说，如果申花队控球就出现危险了。是，我们先看这个球，保利尼奥。左脚的机会，还有奥斯卡穿裆好球，看徐昕的传中后点投球的机会，关键眼心里投球的解围，云军奥斯卡这会儿呢还敢继续的围攻，好球。哎呦，这一下蔡卫康可能踢到了无锡德比的，我们说这种对抗的感觉已经出来了。蔡卫康在跟李海鑫解释说，我这球在对着球去。而且这场比赛我觉得重点盯防的奥斯卡一定是申花的一个重点目标吧。是，蔡伟康呢上赛季已经淡出了球队的阵容，基本上上赛季大家都开玩笑说焕发了第二春，这赛季也是球队的绝对主力，两个11号在这个底角，一个是边后卫，一个是前锋。马来的态度真是非常非常的积极，而且他能做好申花队的第一道屏障。其实马来来呢，应该说三轮比赛打下来还好，上轮比赛他是打进了关键的进球，应该说前两轮比赛呢他是招致了比较大的非议。杨旭，应该说其实作为他这个位置，我们一直说那你就是上赛季这个位置的主力，你怎么评价马来来这赛季的他个人的表现，包括你对他相对是更了解，因为球队跟他一起训过练嘛。对，因为现在申花队的马来来是第一年来到球队，而且时间其实并不长，又有主客场这种感觉，他是让我们感觉更给他更多的一些时间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相信自己的队员嘛。是，马来来呢确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对前锋队员确实是这样，那你不进球或者有一些差的表现呢，这个非议肯定就很快来了，但是上场比赛打进了关键球之后呢，应该说马来来呢我相信对他自己个人信心呢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啊。对的，我觉得上港这种打法对于申花队的体能消耗是非常非常大的。是，看奥斯卡还是转右路想打身后，曹云静已经被压到了边后卫的位置上。对，这个两个边翼位，一个王胜超，一个吕文君，他们的这个两翼差的非常大。是，特西拉，哦，翻墙很快。奥斯卡，好球，小保利尼奥再塞过来，巴尔加斯抢给奥斯卡，哦，奥斯卡有倒地，但是李海鑫又示意说这个球没有，示意马上起身，李海鑫的手势非常坚决。申花队的反击，吕军，这个球吕军的解围呢还好，这个球是被燕新力挡出了边线。你看吴俊贵指导，包括在替补席上大家非常熟悉的毛玉军指导，包括李帅，先看刚才这球到底有没有问题啊？感觉是非常轻微的接触。对，因为像这种关键的比赛裁判是不会轻易吹罚的。是，而且中超联赛呢这一赛季其实判罚的尺度呢大家能感受到，相较于上赛季呢明显在相对在放松，这个其实对联赛而言是好事儿。跟国际接轨吧，因为我们在洲际比赛总会犯这样的错误吧。没错，因为之前我一直说这个话题，你看杨旭说这些话题呢可能他作为球员这个身份说出来相对是更客观，确实我们说你联赛当中的尺度太紧，到国际赛场上不适应。 对，裁判国际赛场的裁判基本都这种身体对抗根本不吹。是，我们先看这球，小保利尼奥吴磊的机会，吴磊哎有没有打手上，又在投诉这个球，看 VR 后边会不会介入啊。吴磊示意射门，打到了应该是蒋成龙的手臂上，应该是没有张开。我们看这个球呢要不要 VR 介入了。是，
要接触一下，没有张开，没有，没有，没有。练心手势非常坚决，示意没有，说手紧贴身体。对。我们再通过慢镜看一下啊，啊，确实这个球，对，紧贴身体，姜成龙。因为每个进攻球员都会争取一个利益嘛，这很正常，所以说裁判的这种执法尺度啊，都会导致着比赛的平衡的改变。没错。奥斯卡。开场之后呢，应该说这个场面呢，可能和赛前大家预计的差不多。先看这个球直接传中，这种球马震是不怕的。马震，我跟他的关系很好，我们是一起从天津来到了申花，他的成长是非常非常快的。没错，而且我们上轮中超比赛就是我们腾讯体育评选的中超英雄，最后呢获奖的就是马震，三场比赛零封。马震呢，应该说这个赛季呢，这个表现呢，应该说牢牢，大家可能之前觉得说鲍亚雄来了是不是要撼动他的主力位置，目前来看这个主力位置非常稳固。对，而且马震的身体素质包括他的专注非常强，每次我们之前的训练他都会加一些各种的小力量，让他的身体变得更加的协调，更加的有爆发。他这个身高确实太高了，作为门将来说这是巨大的优势。对，作为一个前锋来说，他站在门里基本门很小，真的很小。经常你之前是不是你们两个得经常单独加练一下？对，每次训练，对，每次训练完我们都会加练嘛。加练之后我就会发现他跟其他队员来讲相比而他的手臂臂展非常的大。是，那能不能给我们稍微爆料一下，如果对付马震的话有什么好办法呀？啊，那肯定不能说了，这都是我的好弟弟，所以说我还是祝福他吧，因为毕竟他还太年轻了，是未来的路特别长，包括国家队，我觉得他一定是国家队的常客吧。没错，先看这个球，哟，给的其实不错，没有停好啊。哦，海港的反响非常快。没错，海港就要借助今天的其实主场优势，巴尔加斯上场比赛呢，对沧州的比赛，巴尔加斯甚至没有获得替补登场的机会。所以说赛后甚至说有传言说可能有土耳其的球队对巴尔加斯感兴趣了，这场比赛他是重回首发阵容。这场比赛其实是一个高中锋对一个无锋的战术的对抗，是，但是呢从场面上来看，无锋的海港踢的是传中阵地战，是反击的机会，燕心力，看燕心力，哎，传大了，这下给的不好，想给马来来，比赛已经进行了15分钟，场上比分呢仍然是0-0。开场之后，王申超曾经击中过一次横梁。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海港的三板斧主场优势，先15分钟开始先放缓了。是。巴尔加斯拿球，开保利尼奥，奥斯卡。直接的传中，后点，吕文君，吕文君的后插上，犯规了，叫吕文君的犯规。吕文君呢，跟海港呢上赛季主打的是三中卫，然后吕文君呢当时是打左边的翼位，现在呢他是从左边的翼位位置，因为球队阵型的变化，打四后卫，他是退到了边后卫的位置上。但是呢，我们仍然能看到，即便说边后卫就是少了一个后卫，但是吕文君他都了解，毕竟他是前锋出身，所以他这个助攻的力度呢仍然是非常大。张琳芃的身体优势真的很强，是根本不留下风。两边的五号呢，张琳芃对朱晨杰，我们说这两名中卫呢都是徐根宝指导培养出来的，真的是我们说现在两个人在国家队的时候经常搭档打中卫。对，看奥斯卡这脚转移非常清楚，直接给王申超。因为今天从这种视角，我们俗称上帝视角来看，奥斯卡踢球踢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福。是，有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光看转播的镜头呢，不能体现有些球员，因为有的时候镜头交代不到每名球员。其实，在现场更能感受到这些球员的，尤其像奥斯卡这个级别的球员。对，因为奥斯卡球员他这种
顶级的欧洲球员，在能帮助球队获得更多的好处吧。是。打过来了，我们看这球，做给小保利，看左路出球慢了。现在马震已经很稳健了，应该是。马震呢，应该说，其实你说一场零封，两场零封是偶然，已经连续三场零封了。所以这场比赛呢，大家可能关注更大的，就是说到底这赛季谁能率先打破马震的球门？奥斯卡、阿尔加斯、吴磊再拉开，看能不能给到吴磊，吴磊的机会，吴磊直接选择了打门，确定这个球位置站得非常稳。对，因为我很了解吴磊，在国家队我们是搭档，所以说吴磊的这种突破的能力并不是他的强项，但是吴磊的前插是他的优势。如果这个球塞到他的身后，让他去一挺或直接射，那可能他的威胁会更大。是。但是这个球呢，应该说崔林刚才你也介绍过，这赛季呢刚刚加盟申花队员，应该说他也能力压温家宝，包括白家俊打到主力左后卫的位置上。先看这个角球。一点的机会，马来来的头球解围，申花的反击，特西拉、啊、给的不好，奥斯卡，嚯、哦、这是一个非常规的动作，朱晨杰、啊、阿马杜，阿马杜的防守的面积还是非常非常大，而且硬度非常强。小保利尼奥这会儿他拉到了右路，张琳芃再打到吕文君，好球，在身后巴尔加斯，不要动手，不要动手，没关系，看巴尔加斯，蔡伟康不让特西拉起诉，但是特西拉的个人能力非常强，摘出来了、哦、直接塞身后，又是关键蒋光泰，蒋光泰身体条件太好了，是他在后防线上对上海海港确实太重要了，但是本赛季呢对深圳的比赛他吃过一张红牌，而面对阿奇姆彭的快速反击，那当然了，阿奇姆的速度真的太快了，是蒋光泰呢在我们说后卫球员里边属于非常快的，但是偏偏的遇上之前的阿奇姆彭是更快的，因为蒋光泰的身体条件真的很好，我因为我曾经跟他对抗过，他在空中就把我弹飞了是。先看这个球，巴尔加斯，有倒地。看这个球，还有小保利尼奥、哦、马震的扑救，还有吕文君再传，后点有机会，又是马震。马震发挥了他身高臂长的优势。申花队的反击，3-4。阿马杜，我们看镜头也是刚才给到小保利尼奥，徐昕关键的抢断。现在能看出来，现在申花队的这一段的压制，他的体能出现了一点点的问题。是。确实我们能感受到呢，申花这时候像杨勋，先看这个球，特西拉，这是他个人能力，看特西拉反拉漂亮，看能不能传过去，特西拉想给身后、哦、给的太靠身后了，马来看做手示意说你这向前给啊，两个人还是毕竟新队友，这球没有想到一起，无锡这是倒地了，刚才那下无锡开赛之后已经不止一次的倒地了，无锡对于上海申花确实太重要了，哦，踩到了这下小保利，小保利尼奥呢前两场比赛都是替补登场，但是奉献了两个进球一个关键的助攻，上场比赛呢是首发登场，但是颗粒无收，刚才这下这是马震的扑救，其实这是很有威胁，因为马震根本看不到球的方向，没错，我们看到了这场比赛呢，赛前我们看到的消息说是给了客场申花队这边应该是700张客队的球票，我们在现场目测呢应该是比700人的感觉要多一些，小保利尼奥，阿姆杜的防守真的非常硬，是申花的球，因为在那个训练中我和阿马杜对过位，他的身体条件呢，包括他的速度，包括他的控球，真是很不错的一个球员。毕竟之前在法甲，包括
多年的效力，包括英超。蔡伟康，如果吴磊跟蒋尚龙和朱晨杰去拼身体的话，那他的优势完全就被碾压了。是，而且蒋尚龙和朱晨杰的速度都不慢，非常的快。没错，朱晨杰和蒋尚龙这两个人就不光是高，头球好，这两个人也一点不慢。所以说，作为中卫，他们俩这个身体条件在国内绝对算是顶级的了。对，用我们的行话，就是老天爷赏饭吃。是。就是大家这赛季呢，就是对申花这边呢，就评价非常高的外援呢，就刚才你除了说阿马杜，大家可能真的是觉得眼前一亮的是特谢拉。你在日常的包括跟特谢拉的训练当中，我觉得他这个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特谢拉跟我训练并不多，因为他是球队最晚到达的，来的比较晚。对的，然后直接就比赛了。那。就是能踢成这样，更说明啊，说人家毕竟是出自豪门，对，利物浦青训出身，就完成了前场的抢断。黄金花哨漂亮，屈膝，吴磊轻轻一蹭后点，徐浩洋，这脚解围见高不见远，二点王仁涛又抢到了，阿马杜的大脚解围。这是马来莱的特点，马来莱，但是蒋光太也一点都不慢，有倒地，张琳芃被黄牌了，这个球要吹犯规的话可能要给牌了，张琳芃吃了一张黄牌，认为张琳芃撞倒了马来莱，马来莱这表情啊，无辜的孩子像的，对，马来莱的身体条件很好，他的起诉之后中国球员对他的对抗还是有劣势的，是我们看这个球啊，起诉了啊，还是有犯规，张琳芃确实有一定程度的干扰啊，推人了，因为在高速当中确实你轻轻推这一把有可能就影响到了对方的这种身体的变化，这是马来的特点，马来就喜欢这种单兵作战，跟你玩身体，这是他的优势。哎，这时候是要叫谁去热身了吗？刚才镜头给到吴东贵，知道不知道场上哪名队员，现在这种情况应该不会，是我说不知道是不是有队员在场上呢，是身体感觉有点不太舒服受伤了呢，需要拿球，今天严俊凌没有受到什么太多的威胁，是这半场比赛呢，其实大家赛前也想到了这个场面了，就是基本上是海港在围攻，申花在反击，介绍过之前申花的数据，就是打完前三场比赛呢，申花看似三连胜，但是他的控球率呢，场均只有34%，这是不是让大家想到了当时某个赛季的莱斯特城啊？今天曹云令跑动非常多，而且特别积极。作为一个进攻型球员，作为在防守位置上能做到这样，是真的不容易。没错。他等于把自己所有优势都去放弃了，就为了球队去奉献更多。是我们看今天他一度这个位置就压到这个边后卫的位置了，已经。对，包括特谢拉，对的。啊，可惜可惜了。海港队对于申花这种就地反抢，真的做得非常的好。是，海港呢，应该说开场之后呢，给申花这边的压力非常大了。我们赛后可以看看控球率，今天申花的控球率肯定会更低了，是可能还不到34%了，一会儿中超我们看看数据，打身后稍大了一点，因为今年的申花呢是有一个日本的教练，我们的日本的教练呢是对于这个球场是有一定的分割的，把每一个区域编成一个特有的名字，让我们去更好的认知，所以说大家能看到其实海港踢的这几个进攻的位置就是我们要进攻的位置，其实看到了，这是申花的球迷，虽然是德比，但是也分主队客队的球迷，这场比赛呢现场目测呢申花球迷差不多有三个看台左右，吴磊在和李海鑫示意说要给牌，
吴磊呢这赛季因为平科的加盟，所以之前呢平科有的时候打中锋的时候呢，吴磊是到了边锋的位置上，而且之前连续两场比赛呢奉献了关键的进球。吴磊真是一个在海港的高闪射手吧，是，而且他的特点非常的鲜明。没错，先看这个球，一点角球，就像严希利示意说这应该是球门球，应该是角球，我看了。哦，是门球，是门球。这个球应该是最后碰到了吕文君，但是这个球呢，我们看刚才主裁判和助理裁判呢，两个人其实这球彼此在看，确实这个球不太容易看，都在等对方做出判罚。我们先看这个角球，奥斯卡来主罚，一点的机会，吴磊头球攻门，上海海港1-0领先了，五球王，上海德比破门了，而且用的是头球，接到奥斯卡的角球助攻。这个球是吴磊连续三场比赛，前两场比赛打进的都是制胜球，但是上海德比的第一个进球啊更为关键。这个球申花的防守应该说出现了极大的问题，吴磊顶得太轻松了。但这个球如果 VR 不会进入了提前角球这个情况吧？那肯定不会进入，不会进入。对，但是这个是一个，其实是一个门球。是，这个球应该说，这个进球呢应该说没有任何问题啊，直接找吴磊。我们再通过慢镜来看一下，这是谁盯吴磊啊？啊，这是崔林。崔林没有盯住吴磊，这球泰山压顶头球，马震这个球也没有办法了，因为他也出来了。吴磊，球发太好了，球是。九攻之下，上海海港终于有所斩获了。上海海港在主场1-0领先了。我觉得平衡的打破会使申花加强进攻了。我觉得是，其实我们可以预期后边的比赛呢，相信会更好看了。因为开场之后呢，申花可能相对还是更保守一些。这落后之后，阵型攻出来，双方可能就是有攻有守了。对，因为这种平衡被打破，申花一定会加强进攻的。是，包括吴指导一定会换人，换更多的进攻的球员。没错，徐浩洋，看能不能传中右脚。徐浩洋呢，应该说这个赛季其实大家可能没想到，说徐浩洋回到球队之后直接就打主力了。这个冬训徐浩洋是表现非常出色嘛？对，非常的出色，而且他去年在武汉三镇得到了很多的锻炼，今年之后包括后腰，包括边前卫，都能胜任很多的位置。是。还是非常年轻，根本他这个踢球的状态根本不像这么年轻的球员。没错，这赛季呢也已经奉献了一个进球和一个助攻。上一场助攻太漂亮了，是，就是非常有想象力的助攻。没错，然后这也是徐浩洋的职业生涯其实第一次，就是说连续两场比赛呢帮球队进球或助攻，就是制造进球，看今天他能不能延续自己这样的记录啊。对于年轻球员来说，这种大赛一定是让他成长得更快。是，这种德比战又是榜首大战，还是不一样。又断球了，奥斯卡，吴磊这时候回撤的要求。吴磊这赛季其实把握机会的能力应该说非常强。对，他从西班牙回来之后更像是降维打击。是，因为现在我接触过，我因为我在日本待了3个月嘛，所以说我知道真正的那种快节奏的比赛是什么样子的。而且他吴磊从西班牙回来，他能看到中超的比赛更多像慢动作一样。没错，杨旭呢应该说大家可能都非常关心，说杨旭，我们先看这个球啊，反击的机会，无锡左路有机会没有给啊，再等。好，有一点点大，这是曹云军的区域，是。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吴金贵指导赛应该有部署。如果说0-0的话，我们就一直打，说要打防守反击。但是，一旦落后之后呢，看这个阵型呢就换人了，换人了，换人了。哎，于汉超要登场了，要换下曹云静。我们看上场比赛现在32分钟，申花要使用第一个换人名额了。于汉超之前呢说于汉超可能或多或少呢有一些伤病，
这是你最好的兄弟了，你们两个一起长大了。对，可能我觉得吴军给吴指导的更多的是觉得曹云定的上半场的防守压力太大了，把他体能基本都消耗了，他的特点没有发挥啊，不对，应该腿有伤。我看到那个吴军给吴指导在拍他的腿，因为腿有伤。是，要不然的话，32分钟确实相对时间还是，因为之前就给过一个镜头嘛，替补席上我没有看到谁去热身了，那应该是于汉超去热身了。对，曹云定呢或多或少还是受到了伤病的影响。对的。因为在这种大赛不可能这么早换人，而且换了这么样就有这种核心的价值球员吧。是，我们之前一直说辽足双子星，现在双子星一个坐在我身边，一个在场下，在登场比赛。于汉超加油！因为你们俩的感情呢，确实和其他人还不太一样，真的是从小一起长大。我们先看这个球有没有吹罚，手球任意球，这应该是在禁区外。因为我跟于汉超真的太熟悉了，所以说我们之间不会去说那些比较虚的东西。我就是说，可能我们之间可能很长时间不打电话，突然间一个电话就说，哎，干嘛呢？就是这样的朋友，这样的兄弟。对，你们俩是属于什么？甚至说当面你都不好意思给他说一声加油，就觉得没意思了。但是特别对，特别对。是，但是在屏幕面前，就是他听不到的时候，这时候才好意思，这就是好兄弟。如果他看比赛回放的时候会吓一跳。我们先看这个定位球啊。对于申花来说，每一个定位球都是得分的最好的机会。是，我觉得应该能徐浩洋防。一左一右，徐浩洋和特谢拉。哦，有配合。战术，外围有射门的机会。于汉超刚刚登场，还是需要一定程度的热身啊。这一定是赛前特意安排的。是。要不就是曹云定在那个位置上去射门。一点，于汉超呢？应该说他上赛季其实遭遇了赛季初的时候，他遭遇了挺严重的伤病。对的，对的，对的，他也是算火线复出了吧？是，术后一个月就投入到比赛，而且连场进球。没错，当时我们都觉得，就解说比赛，我觉得不可思议。我说这刚大伤完之后能有这么好的状态。先看这球，就是于汉超，啊，哨应该先响了。王来越位了。越位了。因为于汉超这种球员，他能到现在保持到这种状态，一定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这第一，第二，他的特点真是在国内是没有的，没错，独树一帜的。特谢拉在呼喊队友去上前压，是，这是上港的主场球迷。演习力给到徐浩洋他要顺到自己的左脚传中，王申超的头球解围，徐浩洋又抢到了二点。这会儿呢，双方因为比分的变化，比赛的局势呢也发生了变化，申花现在更多的控球，海港更多的在打反击。阿马都关键的上抢，吕文君这球有力，看奥斯卡太有经验了，把节奏控制下来了。是，因为他觉得这一段申花的压力给海港特别大，所以他把节奏放下来了。我们说有的时候看似就是这么一个动作的一个节奏的变化，这就看出来这个球员的级别不一样。对，节拍戏嘛。是，如果这一段时间海港有优势的话，他一定会加快的进攻的节奏，但是现在看海港是刚才的那一段时间比较被动，他直接把节奏放慢了。没错，吴磊穿了蒋胜龙的裆，但是后边演习力的补防，蔡伟康的头球，吴磊又有机会，吴磊看右路能不能给过去，慢了。奥斯卡这种围攻对于申花的体能来说会消耗的特别快。是，申花需要想办法了。没错，申花应该说现在呢，这种比赛呢，这个局面就不是他们这赛季或者上赛季所擅长的。对，因为领先之后的防守和落后之后的防守其实不是一样的。是，看看中场吴军跟吴指导会有什么变化。他一直在跟那个因为我们能看到嘛，他一直在跟那个教练员在沟通。
像直接打身后稍稍的深了一点，因为杨旭其实刚才的坦大家都关心，也说杨旭在退役之后呢也非常忙碌在做什么，就是赛前我们俩聊 也在聊这个，即便说今天在解说这场比赛之前呢，他还是在从事青训相关的工作，包括在之前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日本足球呢确实现在亚洲处于非常领先的地位，他去日本这边也是取经学习了三个月，确实现在的青训这块呢，我们说中国足球未来的希望呢肯定是要从青训就是一点一滴做起，真的是。对，因为看过了日本的青训，而且是在那种最基层的青训，我们发现其实中国的这些苗子真的太好了，对于日本的教练来说，他们经常会跟我说咱们的苗子真是他们太渴望拥有了，但他们没有，但是他们把一件事做到了极致，其实我们也可以，我们可以做到的。是，这就是我们说呢，因为杨旭呢他亲身去感受去体会，这可能是我们之前呢所不曾想象的角度，就是之前呢我们都觉得我们是非常羡慕日本足球的，现在杨旭说了，说日本的青训教练也非常羡慕我们中国的好球员。应该说其实说起中国的青训呢，这场比赛我们说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谁呢，徐根宝指导。我们数数场上有多少徐根宝指导培养出来的青训的苗子，我们先看这个球，好球，主任，这就是一个好的，这就是一个呀。这边朱晨杰、蒋胜龙，包括徐浩洋，这都是徐根宝指导培养出来的，但是海港这边相对就更多了，场上这批，这是他的崇明岛一代。对，徐根宝指导，我觉得也算中国青训的教父之一了吧。是，我们希望未来青训呢，你也能培养出来一批又一批这样的能在上海德比登场的球员啊。对，因为我听过徐根宝指导当时带申花队嘛，带完之后离开之后就下定决心去做青训了，我也是离开申花之后也是下定决心做青训，所以说同样的起点吧。大家可能非常关心这个杨旭呢现在在青训的事业，我们也希望刚才也谈到了杨旭能像徐根宝指导一样培养出来更多这样的球员。比赛当中呢现在已经进行到了40分钟，场上比分呢是上海海港依靠着吴磊的进球1-0领先。奥斯卡，小鲍里尼奥，奥斯卡，哎呦，这个球还来一个骗人的传球，先看传中质量，又是朱晨杰的解围。其实这种传中对于朱晨杰和蒋胜龙来说根本没有特别大的威胁，是，但是呢球传到边后卫的身后，其实是海港队今天比赛的一个重中之重吧。是，其实王申超的头球很好，没错，王申超呢也绝对是带刀后卫，其实他在打右后卫的位置上和奥斯卡左路这个连线是我们经常能看到的。对，进过很多的球。是，严俊凌今天很少的露面，其实我跟小严的关系也很好，因为我们毕竟在国家队嘛，而且我跟门将的关系都非常的好，经常一起加练。对的，对的。所以说今天这场上的比赛呢，申花这边呢很多都是你之前的俱乐部的队友，海港这边呢很多都是你之前国家队的队友。对的，都是队友啊，太熟悉了都。吕文君，奥斯卡，吴曦，还有吕云军，保利尼奥再给中路，有机会，巴尔加斯直接选择了攻门，这球没有压住啊，巴尔加斯，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巴尔加斯这脚应该打的质量更高一些，至少要射中球门啊。对，这球可能没有停好，是停得再舒服一点，他可以直接去射门。上海德比大家可能一直期待的这种场面，球迷之间的对决，包括我们应该是看到了有一位球迷也穿着申花95年是这时候的球衣。因为我在阿根廷看过一场河床对博卡的这个德比，那真是一半一半一半颜两种颜色嘛，真是中间不能有看台的接触。我们也期待着，其实这个比赛以后要能做到说场地一半是
红色，一半是蓝色，双方球迷对着呐喊助威，这可能是我们所更期待的上海德比。对，我现在想想鸡皮疙瘩都立起来了，不一样的感觉。是，其实这场比赛海港队踢得比较自由，其实吴磊啊，包括保利尼奥，包括奥斯卡踢得都非常的是随意，就给的压力不大。对，其实我印象中上赛季，比如说包括之前打上海德比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盯奥斯卡的任务会交给你。对，这个一般会交给钱杰给啊，钱杰给对全场打死，尤其崔康熙崔指导就是特别喜欢人盯人嘛，所以说把奥斯卡交给一个好球，吴磊看球能不能突进去。这球吹罚了犯规，这是一个位置极好的定位球的机会。申花这边球员认为没有犯规，李海鑫示意说我站得非常近，看得很清楚。刚才这个配合应该是吕文君跟吴磊，因为他从小在一起，他相当的默契。怎么讲，文武峥嵘啊。虽然现在呢吕文君已经从锋线上，这两个人从小应该是锋线上的搭档，现在呢吕文君是回撤到了边后卫的位置，但是和吴磊呢这两个人真的是就像其实你和于汉超一样，就心有灵犀。对，其实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在前锋一直能坚持在前锋这个位置上的队员其实真的很不容易。是，很多队员都更改了位置，更改了自己，为了更多出场。没错，这就是更沉重的话题了，就是中国足球现在无论是年轻队员，包括像你这样，你说这你离开之后，这我们国内球员传统的那种中锋类员类型的球员真的是越来越少。现在还有张玉宁。先看这定位球的机会，这个位置奥斯卡是可以打一脚的呀。包括小保利尼奥，如果左脚的话，这个位置打的可能角度不大。我怎么感觉他们有配合呢？我感觉海港那边是做个配合。先看这球，奥斯卡啊，没有被燕新力挡出来。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呢，已经进行到了最后一分钟。奥斯卡的传中，头球的机会。好嘞，马震。啊，越位。越位了。马震呢应该说那个丢球呢他有点没太多的办法。先看这个球确实越位 了，这球助理裁判看得很准，因为如果在马震的区域来说，这样的高空球基本是没有可比性的，没有争了。上半场比赛但是要伤停补时两分钟的时间，我们看奥斯卡右路在要球，徐昕这球处理的慢了，好球，特西拉和于汉超、王申超非常关键的断抢。特西拉就属于一个喜欢持球的队员，是，他呢应该说让申花球迷呢还是觉得眼前一亮，确实，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他球队因为没有太多的球员球权，他表现的机会呢还没那么多。其实今天申花队要换人吗？申花队攻入对方30米区的次数并不多。是，这比赛呢应该说基本上主动权呢还是在海港这边。上半场比赛呢申花其实就丢球之后感觉攻了有差不多这小十分钟的时间，严俊凌还是很有经验的，是当之无愧的国门，也是在控节奏了，因为他们也知道上半场比赛时间马上就到了，因为如果带着1-0的这个比分呢，对海港而言又是主场作战，还是非常不一般的。海港这边非常有经验，其实就是在想消耗掉上半场比赛最后的这对的补时的两分钟的时间。裁判看表了，看还要不要再给最后一波的机会。好，这时候李海鑫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依靠着吴磊的头球破门，上海海港是在半场比赛1-0领先着上海申花。吴磊五球王应该说大场面，这是关键的比赛，上海德比又打进了
唯一的进球，而且连续三场比赛打入关键的进球。我们看两个队呢，尤其是申花这边，上半场比赛，哎，镜头给到曹云定，他上半场比赛因伤离场，已经使用了一个换人名额，看看他们下半场比赛会做出什么样的调整。我们也是中场休息的时间，先交回给后方演播室。好，中场休息回来呢，我们先来看看上半场比赛两队之间的数据对比的情况。控球率方面呢，上海海港是75-25啊，得三倍于上海申花的控球率。在这还是上海海港领先以后，这个上海申花有一度时间的这个控球比较高的情况下，变成了这个样子。在0-0的时候，上海海港前十几分钟一度控球率高达85%，上海申花那会儿只有15%。确实，正是像我们赛前所说的，这场比赛是中超现在最好的进攻和最好的防守之间的较量。但是再好的防守，这么少的控球，贾指导是不是也其实不太好踢啊？因为那个进球实际上是一个连续的定位球反击，造了一个任意球，然后那个任意球造了一个角球，所以往往我们说破这个密集防守就两个办法，一个是远射，一个是定位球。今天海港我觉得面对申花的这种踢法，他的这个策略也挺正确的。好，我们看看中场休息的时候，袁甲和杨旭在前方，在上汽浦东足球场有什么样最新的观察。好，欢迎回到我们前方。应该说我现场先采访一下杨旭，因为第一次解说比赛，就是自己解说比赛和在场上踢比赛感觉有什么不同？很多的不同吧，现在手心都出汗了，因为毕竟是第一次解说比赛，而且是上海德比，而且这场比赛又踢得这么好这么激烈，期待下半场吧。上半场比赛应该说上海德比比赛质量确实非常高，然后吴磊呢也打进了非常精彩的一个进球。从技战术的角度，你觉得上半场比赛的两个队应该说这个场面呢，我们可能都想象到了，上海海港这边呢在主要控球，申花在这边在打反击，但是感觉上半场比赛申花这个反击好像没有打出来。上半场比赛对，因为海港这种控球的打法，包括他的丢球之后的就地反抢，导致了申花的防守其实疲于奔命，这是第一。第二，他们的这个体能的消耗真的太大了，包括曹云定的伤病也是对于球队的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吧。确实应该说上半场比赛呢，申花这边呢不光是比分落后，而且曹云定的受伤呢或多或少也有一定的影响。而从技战术的角度来说呢，两个队手里呢应该说牌都非常多，现在呢有可能中场的时候郭金贵知道要率先出牌了，因为你对这支申花是最为了解的，觉得下半场比赛如果调进攻，球队要做出什么样的调整呢？增加进攻，因为现在比分落后了，比分落后的防守和比分领先的防守是完全不同的。我觉得吴金贵指导应该会先换上比较有进攻属性的球员，让他们先去控制住比赛。现在因为比赛没有被控制下来，你再多的投入也是无效的吧，反而自己的背后会有更多的漏洞，所以说相信吴指导一定会有他的改变吧。是对吴金贵指导而言呢，他现在不光是要增加这个进攻，而且在防守端呢不能再丢球了。这比赛如果0-2的话，应该说就很难踢了。我们看两个队呢中场会做出什么样的调整，我们也是把镜头交给后方的演播室。好，我们回到演播室当中啊。这个刚刚看前场，这个刚刚看前方二位连线的时候，贾指导又把这个双方的阵型站位啊，这个调整了一半了。现在继续调，然后一边调一边跟大家说说这两队上半场的站位上、战术上是有怎么样的安排。因为上半场这个刚才王宇那个数据也看到了，他的海港那边控球的这个比率特别特别的高。为什么？因为今天实际上他打的这个战术啊，并不是一个非常常规的2-3-2-3。我们说建立进攻的时候，2-3-2-3往往是什么？往往是两个边后卫在这儿哈，和蔡伟康形成一个三。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这样，三个人应该是吕文君、蔡伟康和王申超。但是海港今天呢，直接这两个人建立进攻的时候，他飞上去了，飞上去之后，对，然后谁回来呢？是奥斯卡，他拉到这个位置，然后徐昕在另外一边。他这个2-3-2-3是什么？是这样的，所以导致这边抢球的时候，因为有一个蔡慧刚在对方的两个后腰和两个中锋之间老在这儿，所以他们四个会收的比较紧，就给了奥斯卡更多的机会在这个位置。对，我们上半场看到奥斯卡在那个位置大斜线找王申超或者找右边的徐昕、巴尔加斯好多回了，而且这个在远端，在上海申花防线的左侧，王申超也好，其他球员也好，总是没有人盯啊。这其实是上海海港在打破僵局之前他们主打的一条进攻的线路，而且
收获还算是不错的。当然这个在比赛当中上半场的整个过程里边，上海申花刚刚也说到了没有反击，这没有反击打不起来，是球队战术的问题呢，还是说球员的个人能力上还是有一定没有反击的主要原因是这人得回来听王申超的。很多时候你看他像有五个后卫，对，其实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反击点，嗯，就是曹云定这个点。后来换了约翰超之后其实也没有上来，嗯，因为毕竟你在前面这么倒，奥斯卡在这儿总拿球，一个斜线一个斜线这么打，你肯定得有一个崔林收进去，这个人就得过来，嗯，所以反击的时候你前面这又不是个支点的前锋，嗯，他是反击的时候他往俩人身后跑冲击点，对，他可能会带出黄牌或者，但是你拿他做支点他支不住，那你后排的人就上不来，所以申花的反击很难打出来。嗯，今天呢确实上半场这个上海申花给奥斯卡太多的空间和自由活动的这种机会了。比赛过程当中袁家也说到，这个在过往的比赛里头，包括像杨旭也说到，有时候让钱杰给去专盯奥斯卡，今天显然吴京卫指导没有这样去布置，应不应该这样找个人专门跟着他？因为从这个足球发展的这个角度来说，你现在大部分用的是区域防守，很少说用这种人盯人的防守。如果说真的有一个人专门拉出来盯奥斯卡，那后面可能你更不好听，人不够分了。他不光是奥斯卡，他的保利尼奥、他的吴磊、他的巴尔加斯三个人都属于具备在什么，在两条线前卫线和后卫线之间在这儿拿球，他都具备这能力，你光盯住他后面这个怎么办。嗯，好，我们也看看上半场整个精彩的回放的内容。这个应该就是那个斜线的转移嘛，奥斯卡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这个位置，这一次没跟住之后，后面曹安定几乎每一次他都是先收进来，对吧，靠近崔林防止他打过去，但即便是这样后面还是打过去了好几次，不太好防。这个球，这是开场不到五分钟的时候啊，那会儿要是这个比分就变成一比零的话，申花可能会踢得更加困难痛苦。这是刚刚贾指导说的，你如果专找一个人去找奥斯卡的话，禁区前其他这几位你可能就不够人分了啊。对，因为这个赛前时候咱们也说了，保罗尼奥、奥斯卡这两个人，他俩能从局部把球摘出来，那基本上就意味着海港的进攻可能打成了。嗯，今天上半场除了这个进球之外啊，你会发现其实最有威胁的两个球都是什么，都是奥斯卡和这个保利尼奥，他把球突然从局部炸出来了。这个球其实我觉得可以继续放一下，后面会有啊。这个球其实是一个连续的定位球的进攻，吴磊反击造了一个任意球，然后任意球打出来之后又造了一个角球。但是我觉得后面更关键的，看看后面会不会有这个后半阶段保利尼奥传出来的那脚打门，那个球其实也挺危险。这个球呢，可以说是马震的出击稍微有一点问题，出来没有摸到球啊，也没有干扰到对方的进攻球员啊。这个球我们看，这是局部啊，这是局部，这个位置有很多的人在这儿，在整个这一片，这是几打几了，已经一二三四五，五打四，那球一旦说从这儿摘出来到这个位置，这完全是空的。嗯，这个其实就是这场比赛保利尼奥和这个奥斯卡的作用，所以我觉得下半场申花这边还是得想办法去限制一下他俩去拿球。嗯，这是整个上半场在比赛的技战术方面的内容，接下来的时间交给雪儿。感谢两位老师在中场给我们带来的一系列的数据情况，接下来看一看我们球迷时刻大家的扶你上墙，在腾讯体育的社区当中有什么想聊的。我们这次的话题呢，就是关于五一小长假你要不要继续来看中超呢。来看一看我们现在点赞最多的这位叫穿越说，他说啊，看来这个小长假自己要错过浙江队在湖州的第二个主场了，因为值班再加上啊要赶外地参加大学室友的婚礼，所以赶不上四点半下午的这个主场。你看这一看就是球迷方面这个铁杆粉啊，连几点几分都记得清清楚楚。但是他也说还会继续通过直播为自己热爱的主队加油，也是希望中超联赛能够越来越好。谢谢来自穿越说给我们带来的支持和加油。当然了，再来看一看这一位啊，点赞次数也非常高 ，ID 还蛮长的，叫清蒸树袋熊。他说啊，这个五一小长假第一天恰逢京鲁大战，又是在自己的主场比赛，必须去现场看一看，体验一下新工体的氛围，国安必胜。这一看就是亮明身份了，这是一个国安球迷。当然，来自北京的很多喜欢看球的朋友们最近真的是在新工体各种打卡围观拍照，新工体的氛围就是不一样。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更多的球场，更多的家乡主场多多的体验一下。这是来自扶你上墙的环节，欢迎大家在腾讯体育多多发帖。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开一开题吧。我们上半场给大家带来了竞猜吧大神的其中两题，当然我们在整个的公布结果的过程当中也是提醒大家啊，如果您没有答对咱们千万别灰心，因为从下半场
场开始，我们每十分钟都会给您带来不同的更多的玩法，有抽奖啊，有弹幕啊，也有竞猜啊，还有红包雨。所以啊，荧幕前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在下半场的时候多多动动手指，点击屏幕，一起来参与竞猜，一起来参与抽奖。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这是来自我们中超联赛新赛季的活动，这样的一个中超英雄的评选，我们看比赛直播，实时参与腾讯体育社区中超英雄评选，赛后呢也将实时为大家开放本轮的投票入口，也可以打开腾讯体育 APP 中超夜卡，锁定中超英雄评选这样的一个话题，为你喜爱的球员投上一票。最最权威的球迷评审团，怎么能没有荧幕前的各位呢？等等，看到我身后已经给到了上一轮，来自上海申花这边的马震啊，我相信大家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作为守门员，上场比赛整个的表现非常多的极限扑救，很多的救场，而且这也会成为整个申花队过去的三轮啊实现了对对手的零封的一个关键。不过今天对于他们而言也是一场硬碰硬的较量，可能压力也是不小的，所以我们也是期待一下下半场申花这边能不能继续加油。当然线上的海港球迷也欢迎大家多多锁定我们的中超英雄夜卡啊，多多的作答，多多为你喜欢的家乡球队助威。好啦，除此之外，我们也是有两个小小的福利在此要送给荧幕前的各位。首先欢迎大家上虎扑搜索中超评分，给自己喜欢的球员打分，和 Jazz 一起来畅聊中超新赛季球员打分啊，这个荧幕前的各位千万不要错过，欢迎大家晒出你的神评辣评。最后欢迎大家上直播吧聊中超，和亿万吧友一起吧吧吧，欢迎大家锁定到直播吧当中，有什么神帖辣评通通晒出来就可以了，我们赛后也是期待着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我们这样一个留言和互动的情况。以上就是我们中场给您带来的所有玩法，接下来我们简单休息一下，比赛之后继续来看比赛吧。两场我们和申花的比赛，我觉得我们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是上海滩老大。什么情况下可以存在德比？如果申花和我们他是三我们是四的话，那可以讲我们是德比，现在差的太多。冯晨啊，没有感觉，但是肯定是我的死敌。一山不容二虎的自然法则，在绿茵场上同样适用。同城德比就像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太多经典场面在德比战中诞生。但除了火药味之外，也不乏19年上海德比那样的温情之战。我们把时间拨回到那年的7月6日，万众瞩目的上海德比在80000人体育场打响。海港赛前发布的对阵海报，让这场比赛的与众不同在赛前就已显露。致最高的敬意，是全力以赴；起最美好的祝福，是一个都不能少。一直都水火不容的两队，赛前却一改之前的紧张氛围。海港的这番举动出乎了球迷们的意料。90分钟的比赛很快结束，处于争冠期的海港和陷入保级危机的申花展现出了比较大的实力差距，比分没有意外的定格在3-1。但在中场哨响后，坐镇主场的20000多名，上海申花队快乐。好，各位球迷朋友，欢迎回到前方上汽浦东足球场。我们看两队中场，申花这边果然是先做出调整了，艾迪应该是登场。我们看他换下的谁啊？换下崔林。换下，那是左边后卫位置的一个换，那有可能对崔林角球盯防吴磊那一下呢，其实也不太满意。应该会吧，但是我觉得应该不会因为一个球去把那个球员去更换，一定是他有一个教练团队的想法吧。其实崔林在上半场表现得很好，而且这个球对于他来说，吴磊是一个先起跳的一个方式，是后卫是很难受的。而且崔林在前三场比赛都表现得非常的优秀，所以说这一场的换人一定是吴指导的一个另有安排吧。是，艾迪呢确实是后防线的多面手，他这中卫边后卫都能打。艾迪也是徐根宝徐指导的一个爱将，是，都是徐根宝。上半场我们聊过徐根宝。好，下半场比赛开始，各位亲朋友，欢迎收看腾讯体育腾讯视频共同为您带来的2023赛季中超联赛第四轮上海德比，上海海港主场迎战上海申花的比赛。上半场比赛依靠着吴磊的一个进球，上海海港是在主场1-0暂时领先着上海申花。
下半场两队是一边再战，主场作战的上海海港是红色的球衣，下半场比赛他们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上海申花是蓝色的球衣，下半场比赛呢他们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本场比赛我们邀请到了前国脚杨旭和袁甲在上汽浦东足球场为大家带来现场的解说评述。下半场比赛我们看艾迪上了之后呢，应该是对位的换人，对的，艾迪就是换上最近左边后卫。先看这个球，这是关键的蒋光泰，应该是头球一蹭，严巨灵在触底线之前把球给摁住了。其实我刚才看到了申花和海港的对标，其实申花的对标的动物是一头豹，海港是一只雄鹰。我觉得这个是独有的一个文化，不，很多球队都会选用虎啊、狮子啊这种的这种动物作为一个吉祥物，但是这个上海的这两支球队与众不同吧？是，这也是确实，我们说这也是足球文化或者说球队文化的一种。两支球队呢，应该说确实今年呢，可能是我们说赛前我们介绍过，说上海德比我们印象当中第一次说在榜首两支球队直接相逢，确实这也是我们说上海球迷、上海足球的兴致。对，我觉得一支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一定要有两支甚至三支这样的球队。是，可能浦东德比、浦西德比这都可以了。让我们想起了英超的诸多的德比啊。先看这个球，好球，吴磊，看吴磊，第一下并没有选择传中，巴尔加斯在里边，确实，吴磊在拉出来中间，巴尔加斯抢点的这个身高并不是太够。先看这球。后脚跟，哟，这个球啊，徐昕有想法呀、啊。徐昕，徐昕这个球员，他是跟裴帅一样，他们是出自这个沈阳人嘛，就他的想法啊，包括他穿飞人看的球，给的真好，这球要进了。就是我们说，这种球呢，守门员很难判断。哟，这个球好像最后还蹭到了朱晨杰。哦，蒋光泰的身体真的好。是。蒋光泰呢，因为呢大家可能通过屏幕当中呢都感觉不到，因为杨旭谈到他跟蒋光泰有过对抗，包括就我现场呢也和蒋光泰呢擦肩而过，就感觉哟，这个身体比我们在屏幕上看到要壮的太多了、这个、对的对的，因为刚才我看做准备活动的时候，我就发现球员真的这么壮吗？平时还没在意。就是赛前的时候呢，我们也看了看两队队员的场边的热身，我们看呢下半场比赛呢，先看这个球，吴磊下半场比赛有意的向左路再拉了拉，后点又是王申超越位的，吴磊这个位置应该是明显的越位位置。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习惯，只要裁判员没吹哨，我们就要把比赛进行了。是，王申超，我们看经常呢王申超作为边后卫就能基本上到边锋的位置。对，我觉得申花队现在应该想办法去更好的组织进攻，这种疲于奔命的防守对于体能消耗真的太大了。是，而且现在海港越来越自信。没错，应该说现在比分领先，然后申花这边其实应该想办法攻出来。海港这边呢，这种比赛呢是这么踢呢，海港这边肯定是非常乐于见到这种场面。艾迪的头球解围，王申超还有机会，看王申超再给，想从身后过，艾迪刚刚上场完成了一次关键的补防。于汉超，巴尔加斯能不能切进去，巴尔加斯左脚的传中角球。别看于汉超的现在年龄很大，但是他的折返的往返能力包括他的启动真是还算一流的球员，非常一流的球员。巴尔加斯呢，毕竟这只有25岁啊，比于汉超小10岁，连续的两个变向，小11岁，36岁了。对，马上差一轮了，可以叫 uncle 了，可以叫叔叔了。确实，我们说足球场上呢，有的时候这真的是，你说那边的，我们先看这个角球啊。好的。先艾迪盯着吴磊。奥斯卡还是这一路的角球，选择了一个战术的角球，小巴里尼奥再回奥斯卡外脚背。王申超，
因为现在申花没有反击的速度，所以说现在如果巴索哥在场上的话，我觉得海港不敢去这么踢。是巴索哥，应该说他的受伤呢，对申花的影响其实也挺大的。上赛季呢，申花打4-3-3的时候，就是巴索哥这边呢，就另外的两个人是你和于汉超。对。然后巴索哥这边呢，他速度是肯定是最快的，他是主要的，重要的这个反击点。对，因为去年我跟于汉超更多的是辅助巴索哥嘛，然后把球更多。先看这球，好球，看徐昕。犯规了。徐昕的犯规。徐昕呢，应该说他其实在就上上赛季在山泰山那个赛季呢，表现得非常好。那应该说到了海港之后，无论是上赛季还是本赛季目前截止，应该说表现并没有在商泰山那么出色。你认为为什么呢？就徐昕现在这个，我觉得徐昕在这里更多是一个辅助的球员，因为这里的这几个海港的外援真是在球队是在球队整体之上的，所以更多的中国球员是配合和辅助，是这角色不一样，对，更多的干脏活和累活的。于汉超，索希拉在接他，看于汉超对巴尔加斯，古西再给特谢拉，徐晓阳在接他，艾迪，好球，徐晓阳再给过来，古西在加抛，阿马杜一脚远射，这脚没有射中球门范围。阿马杜在训练中是有一脚远射的，啊，他是有一脚远射的，对的。你看，作为防守型的后腰啊，现在一看下半场双方都互有攻防了，是，傅金贵知道。海港这两个边翼位给我们的这个两个边线位遭到很大的压力，是申花队现在这个情况我觉得需要更统一一些，打身后，看吕文君，眼心力，吕文君的犯规，吕文君他这边后卫经常就打成左边锋，对，海港这两翼齐飞呢是靠两个边翼位飞起来，边后卫飞起来，因为海港的控球足够优秀，所以说他们敢去做这么去做，是，如果说这个失误的话，他的两翼是有很大很大的空档的，没错，申花队可以利用一些。小保利尼奥又有机会，吴磊在插，右路巴尔加斯在跑，第一时间没有给，再给巴尔加斯对艾迪，一脚的出球，小巴里尼奥再给巴尔加斯，这两名外援球员两个人拉到了一边，这会儿奥斯卡这会儿拉到了左路，好球，奥斯卡后脚跟乌雷，如果这场比赛不限制住奥斯卡的话，我觉得让他这么踢开了对于申花来说威胁太大了，是，巴尔加斯，海港又在申花的那个门前围攻啊！徐昕要直接切进去吗？没有切进去，再给王申超，看王申超，再逼一个。小保利尼奥假动作赶到自己的右脚，这脚打得太正了，因为他的主脚呢是左脚，所以显然获马震和乌雷两个人正面的相撞。吴磊被一名强撞倒了，是，这两个人的身体条件确实差太多了。这球吹了马来来的犯规，马来来今天表现的机会确实不是太多。
因为刚才吴磊那个球我经常也会去做，因为阻止对方的门将快发嘛，这一定是前锋的一个要求。这种就好球巴尔加斯想给吴磊没做好，这种球的原则呢就是只要自己别吃黄牌其实就可以干扰他就可以了。是徐昕奥斯卡，更多的现在奥斯卡的位置呢回撤的很深了，大家可以看到奥斯卡的接球基本是把球传给你之后他就跑到你的面前，是就等于中国球员就是辅助，没错，我们说这开玩笑说有时候这球就接到脸上了，确实对的对于球队是个好事，可能对于未来并不是好事。是奥斯卡哎，这球拼速度，这个身体呢，奥斯卡显然是拼不过阿马杜的。反击的机会，2:19，这球徐昕铲的非常关键。那李艾昕做手势，示意这球踢到了球上，没吹犯规，但是两个人也有身体的直接接触，都有一些受伤。看到了孙祥指导哈维尔。完了，膝盖碰到了腿。啊，这个球啊！场边这会儿双方肯定是这背影应该是冯晋吧？冯晋和买提江。马太来显然对这个球裁判的判罚不太满意。脚的出球，但是这下没有停好，乌雷小保利尿又抢回来，保利尿演心力，前场又形成了断球，小保利尿的转身还能不能切进去，小保利尿漂亮连续的过人啊，最后这下他是想给了呀，刚才这个球真的是要过五关斩六将了，这边反击又来了，特奇拉的出球，这是非常关键的啊，这是吹了前边那下有犯规，他们认为第一下呢，认为是有利，所以没有吹罚。保利尼奥就是有点无私了，我觉得可以射门了。是，保利尼奥之前这一通过，应该说过得非常漂亮。这个球关键是吹完了之后呢，双方都找裁判，都不太满意。对对啊，这是啊，应该认为这下巴尔加斯有犯规了。哦，啊，这是艾迪最后踩了徐昕一脚。我觉得德比吧需要点这种感觉。是，这足球运动呢，说有这种对抗是好事。对抗是，你足球不可能说谁也不摸谁，谁也不碰谁，这不叫踢足球了。有的时候呢，这就是像杨旭说的，德比当中必不可少的元素。对，这才是一场。标准的德比，当然了，不要去伤害对手，没错，这种激烈的对抗是一定要有的。是，这一般比如说之前上海德比的时候，球队无论是俱乐部包括主教练层面会对你们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打德比之前其实并没有，因为大家都知道德比的意义，所以说当德比的比赛开始的时候双方都会集中200%的注意力，都知道全年可能最关键的两场比赛。哎呦，奥斯卡这越踢越放松啊，这插花脚都上了，这就是我说的，巴西的球员，南美的球员，如果这样去放纵让他踢，他会让你。没错，又是张琳芃的犯规。对于对方的这种核心球员，一定要贴身，包括那种所谓的狠一点的动作呀，会让他心态有些变化。是，如果他心态玩开了之后，真的巴西球员、南美球员真的太厉害了。没错。刚才这个小的细节就是可以看到奥斯卡这比赛的踢的就像杨旭说的，就给他的压力还是不够，这插花脚都上了，在禁区前沿，关键是
对的。打上后，于汉超漂亮。于汉超，哟，第一下停的真可以、啊。于汉超当年有一个进球，就是一个身后，就像这样头直接停到了里面，直接射门，技术非常好的。就这种动作，是不是无锡给他传的有一个球？我印象当中。你们俩合作的球太多了，太多了。看申花的角球，是申花的一个进球的方式。申花队站在里面的时候，是要给守门员一个方式，让守门员没有起跳的空间。因为严俊凌之前被姜志鹏直接掉进去一个，所以说肯定是怕这会儿的严俊凌主动找裁判说他们不能给我太大的压力，要保护我。看外围，二分之一球差一点儿、哦，叶新立，叶新立这叫解围。可见呢，叶新立这个速度应该说是非常快的，小球防守的时候把他拖在最后。一般都是把边后卫放到最后，因为从进攻属性来说，包括速度来说，一定是边后卫更适合一个反击，对的。哎，这边我们看到了冯进，包括卡隆，包括买提江，可能吴定贵指导这边已经出了两张牌了，哈维尔这边可能要有一些对策。65分钟一般都是一个换人的一个时间点节点了，对。打到右路，王申超这边主攻又上来了，看王申超能不能下去，传中的质量，后点头球的机会，又是吴磊，这个球啊又抢到了，但是稍稍偏出了球门，这个球真的很危险。是吴磊这个头球的应该说顶的质量呢稍稍差一些，这球如果能顶上劲儿的话应该有干扰。是，我们再通过慢镜看一下啊，王申超这脚传中质量呢还是比较高的，吴磊这是在叶新立的干扰之下，哦，顶了已经可以了，是，就差之毫厘啊。往往在一个进球没有进的时候，对方就于汉超直接选择了打门，这是于汉超标志性的位置，但是打的相对有点正啊。看看那边奥斯卡拿球有反击的机会，现在双方已经大开大合了，是，中场人越来越少了，徐昕，我觉得比赛会在这个阶段越来越好看了，我觉得最后15分钟是这场比赛的最关键的15分钟，是，双方在体能下降的时候怎么去再去想办法去解决战斗，毕竟申花就落后一个，其实这比赛就随时一个进球战局就要发生新的变化，悬念还是非常大的，是，王申超奥斯卡视野转移右路，小保利尼奥拉到边路，看小保利尼奥再回奥斯卡，奥斯卡绝对的司令塔，他来指挥，看巴尔加斯再给奥斯卡，第一下没有停好，叶新立的补防，拿好球，还是小保利尼奥，我觉得马来莱应该再硬一点，是，因为作为一个防守反击的第一个桥头堡，他必须把球控制住，没错，我自己就是我客观的认为啊，我认为他打中锋这个位置就是综合能力，尤其是背身拿球这下呢比你要差不少，我觉得停顿一个中锋停顿3秒钟，他们的队员他们的这个队友就会上来了，就上来了， 对，别小瞧这3秒，太关键了，作为中锋的背身拿球确实是一个就是你们的基本功，这是，对，如果说一直丢一直丢的话防守队员会非常的累，是，这球哎应该是出去了，应该是出去了，因为徐昕跟于汉超在恒大做过队友，是，两个人也是非常熟悉，对，但是呢说即便之前队友包括很多的在场上就很好的朋友，下边就很好的朋友，但场上遇到这种球啊该拼其实也得拼，对的对的，
我跟王大雷关系最好，在场上该打也打。下来之后俩人的该怎么聊怎么聊，在场上的时候那个氛围到那儿就都控制不住。对，比赛已经到了65分钟啊，后点看一点抢到了，球门球。这下阿马杜可能还有点受伤啊，跳的确实太高了，应该是跟蒋成龙撞在一起。哦呦，这个球啊，就李文军他们三个人，最终撞到他的应该是蒋成龙。嗨，你这是和巴尔加斯可能这。镜头交代两个人场上都彼此有些小动作，不是这样，略显夸张。救回来了徐昕，好球啊！蔡慧康，蔡慧康属于焕发第二春，真的真的是绝对第二春。因为上上赛季我印象很深嘛，他一个赛季就打了8分钟，就是替补登场打了一场，而且还有要离开的传闻。是，当时一度说要这个离队或者租借到其他球队。对的对的。但是现在来看，蔡伟刚绝对的主力，外脚背，奥斯卡连线吴磊，蒋成龙，蒋成龙确实表现得非常稳健。阿马杜这下拿过去了，球转移，特西拉能不能看到于汉超这边？艾迪上来了。袁超在要球，你看把袁超急的呀。因为特西拉是这种持球队员，他每一个球都要经过他的脚去传，是节奏会稍微慢一些。就有的时候拿球类型这种队员呢，我们先看这个球，吴曦过得漂亮，吴曦看怎么给，还在过。于汉超来了，于汉超后点的机会投球，顶得太正了，阿马杜。哦，是有折线。这个球应该说是申花打出的久违的有威胁的攻势了。对，再通过慢镜看一下啊，吴曦是突然的变速，于汉超杀上来，哦，有变线。这阿马杜这下顶的是太正了，海港要换人了，买提江，卡龙对。小保林耀这球踢的，哎，裁判示意没有犯规。特西拉拿球给到右路，有机会，阿马杜再给右路，直接的传中，看后点头球的机会，还有于汉超来了，于汉超扳平了比分，上海德比，于汉超替补登场，上演关键的进球。在第一时间我得问一下杨旭，你最好的兄弟进球了，之前你祝福过他的表现，这个球打得确实足够冷静。因为他球一过来我基本说来了，因为这个球是他的位置嘛，而且特别的稳健。对，是这球打得确实太稳了。于汉超这也是他赛季的第一个进球啊，今天临危受命替补登场的于汉超帮助球队扳平了比分，家有一宝如一老嘛。是，再看这球打得真好，还穿了蒋光太一个裆啊。对，这个球没有完全发力，但是呢我们说角度打得刚刚好。再看啊，就不需要发力，正好是严俊凌准备也不足，这个球打得非常干脆，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球可以算是马来来头球的摆渡助攻。于汉超真的是大场面先生啊。对对对，这球就是你对他的了解，球一到这你就觉得要有了。我这是来了。啊，这个时候不知道哈维尔会不会后悔，因为在这个丢球之前呢，他已经意识到场上局面的小小的被动，他要换人了。看这个丢球之后才完成换人，海迪江是对位换徐昕，这是他的常规操作。之前几场比赛呢，海迪江3场比赛都有替补登场，
也有着不错的发挥。然后同时巴尔加斯也下场换上了卡隆。卡隆呢，应该说上场比赛才迎来本赛季的首秀，替补登场打了30分钟，效果很好。场上呢，比分变成了1-1平，上海德比双方都有进球了。申花呢是遗憾的没能继续零封，但是现在呢场面上已经是到了均势。小鲍里尼奥，对，你们一般进球是不是赛后都有发红包的习惯？有的。赛后我觉得你得找于汉朝，让他单独给你发个红包啊。我得把这个我给他加油这个视频发给他，应该有背后的一种能量推着他进球。现在比赛好看了，没错，还有1-1之后呢，应该说双方这会儿对比赛可能都有想法，都觉得能拿三分。对。而且当进完球之后，我觉得申花队的队员应该是更干劲更足了吧？是。而且海港队就要想办法怎么我再进一个球。因为从气势的角度来讲，显然那个时候扳平的一方气势肯定是更高的。对的。但申花队这个时候千万别再一味的死守。哎，手上有小动作，裁判吹罚了，这是一个位置不错的定位球的机会。吹了蒋成龙的犯规。确实有一个小小的，通过慢镜来看呢，手上有一个小小的动作。啊，也看出来吕文君这边后卫位置已经杀到这儿了。定位球的机会，奥斯卡前点没有过。卡隆速度非常快，这是于汉超的一个犯规，有可能还要给他牌了。于汉超吃了一张黄牌。王海健能换，他有可能，如果说对位的话，他应该就是换吴曦和特西拉之一。打这个位置来看，应该不会。先看这个球，头球，叶新立的解围。王海健呢，上赛季应该说球队三个中场主力呢，他是占据之一的。张林鹏的犯规，徐浩洋要换徐浩洋。要换徐浩洋的话，果然还是你对球队更了解。那他要换徐浩洋的话呢，球队会变阵吗？这会儿申花？我看看啊。因为谁去打一个边路呢？现在这些人是要把孟海健向回收一些，然后把特西拉向前顶一顶吗？有可能。因为显然孟海健他不是一个像徐浩洋这种纯边路类型的球队。对的。先看看站位。徐浩洋应该说这个赛季呢，从武汉三镇租借回归，对申花呢应该说帮助也挺大的。大家可能赛季初想到这个边路队员其实挺多的，曹云定、于汉超，包括巴索哥等等，就没想到说徐浩洋能上来。在没有他，现在也没有 U23， 现在一个是也没 U23 政策了，再一个是他也已经24岁了，对，还能打一个主力。我们来看一下场上具体位置的变化啊，应该是对位，王海健还是上在那位置上，王海健去打边路了。对。小卡龙，吴曦，好球，特西拉，于汉超直接一脚的出球，拼过去了。阿马杜看右路有机会，第一时间没有给，再给叶新立，叶新立的传中。叶新立我一直其实也观察了他几场比赛，我觉得他这个传中质量并不是太高啊。他就像一个大版的王毅，就我们去年的王毅，加大块，身体素质是确实是非常好的。对。
武曦很聪明，用最小的代价把这球犯规了，战术犯规。对，我觉得王海坚是上来盯奥斯卡的，对位盯奥斯卡，对，就让他打右边，知道奥斯卡在左边。对的，看他在找，他在找奥斯卡，看见没？这就对位了，这要对子了，这会儿。对对。看左路吕云军的左脚的传中，武曦的解围，还有小保利尿晃过来，保利尿右脚，好球，被朱晨杰封堵。保利尿应该是左脚球员。是因为他晃过来之后呢，就假动作很好，很逼真，但是打的时候不是主角。看奥斯卡一脚远射，又击中了无锡。奥斯卡能力真的太强了，一个人真的很难去防守的。是，轻松就摆脱了。对。你看奥斯卡主动是寻求改变，他换位置了。是，你不盯我吗？我换一边踢。这也是非常聪明，看你跟不跟过来。应该不会跟过来。这个位置又没人盯了。说有的时候这就叫阅读比赛能力。对的，其实很多情况下比赛的是瞬息万变的，教练员不可能是每时每刻去跟你说，只有球员在场上去分析比赛，快速的去理解比赛。是，镜头刚才一广而过，就给到了海港那边的十号中锋平科，那他是这赛季球队唯一的引援，但是显然呢，他的表现呢没有达到球队对他的预期，所以在今天关键的上海德比当中呢，打到现在已经77分钟了，还没有给他时间。看眼心力对吕文君能不能传起来，有机会投球，这是好机会啊，马来莱没有停好啊，这个球海港这边防守出现了自己的失误，应该说配合不默契。我们再看这个传中啊，就张琳芃这个球喊蔡伟康一声好了，就没顶上，是顶上真是威胁啊，顶到肩膀上了。是，马来莱他在前面，就他可能他的速度是他的优势，但是确实刚才我们聊过，就背身拿球啊，包括这个投球的能力呢，都是有待加强的。对，门前把握机会，其实马来莱在前场的牵扯更多大于他的这个进球吧，我觉得。像刚才的那个助攻，就是无心插柳的一个。真是，我也相信他那球根本没有看到身后的于汉超啊！先看这球，奥斯卡反击了，特西拉有反击的机会，马来莱这球不能丢，这是犯规，吹了犯规。这球我们之前一直聊过，就马来莱他背身拿球这一下，其实作为一个好的中锋，刚刚这球显然能处理得更好的，刚才这一下。对。看就这个球，但是想顶没有够到。其实对，如果是这球奔门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对吧？于汉超真冷静啊，这脚推射就瞄着这个圆角在打。大家都知道这个进球的重要性，吴金贵知道。估计吴金贵指导也没想到说前三场，现在加这场是第四场，说前四场打得这么顺利这么好。这场比赛呢，毕竟对于申花而言是客场作战，其实一个平局呢，对于申花是可以接受的，可以接受的，完全可以，而且从场面上来看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正在说平科来了，平科要换下保利尼奥，那这样的话平科就要打到中锋的位置上，然后吴磊呢有可能会拉边，但是确实平科前边三场比赛打了之后呢，作为中锋就是。之前我评价过你和马来的表现，我在你不好意思说，我自己有没说，以我的这个前三场比赛，因为看的比较多嘛，平科这比赛就作为中锋呢，你肯定比他在各方面的表现呢都要出色的多，所以说平科这个表现呢，确实海港球迷呢显然也不能满意，看看他今天呢给他加上补时，可能就是15分钟的时间，能否证明一下自己吧，就是关键比赛。我觉得前锋就需要自我救赎嘛，是给机会了能把握住吗？看卡龙，这会儿呢，其实能感觉到申花呢，应该说，吴金贵指导是以前是有意的。刚才就说0-1的时候攻一波，这时候再打平之后呢，现在阵型呢又收回去了，对的，又开始打到这种防守反击的阵型上。因为申花今天的那个战术很明确，就是先保证
不失分，伺机在进攻，来了反击的机会又来了，蒋胜龙，蒋胜龙上来了，直接插上了，哦，这球失误了，这球蒋胜龙不在位置上，对，中卫是少一个的，但是吴曦很快补回去了，好球卡龙，卡龙的速度非常快啊，看卡龙能不能传起来，哦，真的快，在争吃于汉超，这个球呢，我们说先看平科叫球，叫球，这个球只能说岁月不饶人了，于汉超说这虽然是外援，这年轻五岁我也能追上你，但是现在真的是已经36岁的于汉超，这球看着卡龙只能是生吃了，真快啊，真快，角球的机会，奥斯卡今天他们的进球呢就是依靠这一侧的角球，一点外边还有麦提江，麦提江这球他想传球，对，继续角球，奥斯卡，麦提江右脚的传中，一点燕心力的头球解围，还有阿马杜，这防守的屏障又是小卡龙，看奥斯卡，奥斯卡的传中点不错，一点外围还有，还是卡龙这边，看卡龙再传低平球，这时候申花的防守压力非常大了，继续角球围攻了，下边还有十分钟，是我都说了比赛的最后十分钟，最后15分钟，一切皆有可能啊，对，而且现在比分扳平了，镜头也是给到马震，头球的机会还有，看麦提江，麦提江一直在外围，卡龙马来来真能跑啊，体能状况这已经80多分钟了，这下关键1/2球，哟，看着这两个人这火星撞地球啊，呀，这是蔡慧康吗？对，蔡慧康，是蔡慧康，刚才这下申花反击的机会，打身后太靠近门将了，严俊凌，奥斯卡，奥斯卡真的是说孟海剑一上的话他就不往左边走，对，这太聪明了，这踢的，其实这样看孟海剑就比较很难受，是说场上时候给我布置的任务是盯这个人，这人没了我怎么办，对的，看吴磊，吴磊的传中后点有机会，小卡龙，哟，这个球两个人抢到了一起啊，小卡龙和王仁超，你看两个人在倒地上也是非常懊恼，王仁超说让我一下啊，应该是王仁超的球，是再通过慢镜来看一下吴磊的传球，哦，这球小卡龙要不该扰，还真的是王仁超的，哎，于汉超被换下了，金洋洋要替补登场，这是球队要变阵了，我相信这是一个战术的角度，对，就是要下一个边路球员，然后上一个中卫，任务结束了，是于汉超呢，这场比赛如果球队能拿到1分，于汉超居功至伟啊，替补登场打进这么关键的进球，对，来看一下申花这边应该是要变阵了，应该打三中卫，三中卫了，三中卫，现在朱晨杰是到拖后的位置，然后金洋洋呢相对偏左，蒋胜龙偏右，应该这样站，应该是541，是541，对的，显然吴金贵知道要保着1分了，卡龙，其实我一直觉得他在边路呢，这速度非常快，是有危险的。但是哈维尔对他的使用呢，一直是就前两轮根本没给机会。上轮是替补打了30分钟，今天也是替补登场，给的时间不是特别多。奥斯卡传中。其实申花队这三个中卫，对于传中来说，他们真的不是特别的差。是。金洋洋、蒋胜龙和朱晨杰三个高度真的太有平均身高1.92米。是。正面防守能力都非常强，非常强，而且压缩在后面，没错，
所以这时候海港呢，如果还是打这种传中，你无论是下底传中还是四十五度传中，其实对他们仨的威胁不太大。对，如果是四个后卫的话，边后卫的身后或许就有空档，但是五个后卫的话，多了一个中后卫，难度加大了。有力，好球，再给吴磊，看吴磊。还有八十五分钟了，这会儿基本上围攻了，最后的悬念呢，可能就看申花能不能守住了。申花本赛季的铁桶阵呢是告破了，前三场比赛他们是零封。先看这个球，平科。其实一个外援在异国他乡，然后呢一直前锋嘛，一直没有打开进球账户，其实也是相当郁闷的。是，但是平科呢，大家对他的质疑呢，就是说他对深圳的比赛呢是有一个进球，嗯，但有的时候呢，说我们说进球是一个层面，大家海港球迷对他可能不满意的是觉得，那场上的整体的表现确实应该再好一点，是和球队对的。先看这个球，马来来头球的攻门，想奔着圆角顶啊，这个球非常有威胁呀。再追求点细节，这球就进了。是，这球太好了，这球。传的质量是足够高，眼心力的传中。哇、哦！而且他是力压蒋光太嘛。因为我最喜欢这种球，因为后卫是原地的，前锋是冲起来的，是就压了一个头就进去了。麦迪江外脚背。犯规！我看这个卡龙啊，虽然犯规了，但是也可见他这个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有点像热尔维尼奥，没错。所以他这种速度，我一直说，其实我们中超赛场有的时候需要什么？需要这种我们引进的外援，需要这种非常快的、有个人能力的。麦迪江，看这平克，他靠不住，靠不住主持人。明白，明白。我特别能理解海港球迷了，是吧？我说之前对比赛大家可能看了几场，就说你如果平科嘛，就他这个速度肯定是他的薄弱环节。对，如果说你一般说大中锋你速度慢嘛可以理解，但是你这背身拿球这下你得可以。因为海港之前的是阿瑙，是，结果他背身拿球也不行，这可能作为中锋来说就球迷可能就不太满意了。哎，这下是特西拉明显的犯规，也是没劲儿了，特西拉。哎，红牌给了直红，上海德比直红出现了，这真的是德比大战，什么因素都有了。练心认为这下呢是直接奔着膝盖来的 ，VR 都没有去看，直接就这个球，特西拉被直红罚下。这个球呢，刚才我一直在说特西拉这个球呢，他确实在有意的犯规扣着人，但是他其实没劲儿了。通过慢镜再看一下。哦，然后、哦、踩到小腿了，是，然后李海鑫呢过来做的手势也很明确，就是说他直接奔着膝盖去的，所以这球给了直红。德比战呢，有的时候红牌呢也是德比战的一个重要的元素，也出现了今天。时间呢已经进行到了八十九分钟。特西拉呢，因为这场比赛实话说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对，但对申花更大的影响呢是下场比赛，对。特西拉停赛，但这个球应该不会被追加，因为大家都知道是在体能消耗极大的情况下，是，就是、他就是没劲儿了。其实，对，他这下有可能想说这个就绊你一下，让你倒了就行了，但确实够不到了，就是这时候体能状况的下降，所以直接奔着膝盖了。你看练习一直在做这个手术。对。哦，确实犯规，确实犯规了。他自己其实迈出那一下，他已经知道这球是。你看，直接就踢到了王俊超的膝盖。他有个收腿的动作，就是在累的情况下，动作已经变形了。是。哎。哎。应该是申花这边教练组可能对这个球也不太。因为这个欧文。现在应该是五四。对。啊。对，我就会知道做手势了，五四幺已经不要前锋了。对，
其实五四跟五四幺基本差不多，但是呢就等于幺这个进攻属性就基本没有了，就全场防守了。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呢是四分钟的时间，这样的话留给海港还有四分钟的时间。下半场看卡龙一对二能不能突下去、哎、哦，好球啊，卡龙突进来了，看卡龙的传中质量，卡龙好球，关键朱晨杰前点太关键了，这卡龙的个人能力的这就是能力啊，像泥鳅一样钻进去了。看像泥鳅一样这样，看这球太快了，艾迪以为他卡住了身位，结果人把他给绕开了。对，角球的机会还奥斯卡，奥斯卡一点，蒋胜龙，蒋胜龙抢到了，还有外围蔡辉康的远射，蔡辉康的身体类型真的力量太足了，是因为在国家队的时候有一阵我记不清哪个国家队的教练就喜欢先准备期先做力量，蔡辉康属于100公斤过推先不做，你们先做，力量真的非常强，就最后你们上升到这个最大攻击级的时候蔡辉康来了是吧，对的对的。卡龙速度太快了，太快了，无锡的犯规，这个黄牌是值得的，因为金洋洋和艾迪都受伤都倒地了，无锡这球确实是一个有意的犯规，对，就是也是一个战术犯规，必须人和球留一个，是，哎，这边做了一个，这应该是赛前应该有战术，大家在做说这个伸了一个二的手势，打第二套战术，申花没有人墙吗？不需要了，这球没站人墙，不需要了，蒋胜龙来盯蒋光泰，奥斯卡一点，又是朱晨杰抢到了一点，哇，蒋胜龙这么快压出来了，有一颗进球的心，有一颗进攻的心是下半场其实我们看到已经两次了，在小黄上走，其实阿马杜的覆盖范围真的大，是就是90分钟了，奥斯卡看王海健谁也不盯，只盯奥斯卡，是双方呢此前的六次交锋呢是1胜4平1负，双方是打了一个5-5开，这场比赛如果再平局的话，确实我们说最近的上海德比双方真的是非常接近，但整体来看呢，我们之前介绍过在六场之前呢海港是曾经取得了6场比赛的全胜，申花呢之前取得的3连胜呢也是球队开赛以来的最好成绩，4场零封加上上赛季的最后一场是并列中超的最长纪录，但是很遗憾，这时候裁判员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上海德比最终战成了1-1平，吴磊和于汉超各下一球，这场比赛呢应该说作为上海德比所有的因素领先被罚下一人然后被扳平，这些因素都有，应该说非常精彩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上海德比确实这两支球队呢也是目前中超整体状态实力最好的两支球队，这场比赛呢也是要感谢杨旭在现场给我们带来的评述，本场比赛呢是由杨旭和袁甲在上汽体育中心为大家带来的现场的报道，也是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把赛后的镜头交给后方演播室，
好的，欢迎回来，感谢杨旭，感谢袁佳老师在前方给我们带来的全程解说。稍后我们也会连线一下他们啊，看一看他们这个心情如何，整个的解说下来。当然了，这场比赛战至1-1，两位老师在演播室啊全程观看，有没有什么样的整个的评价呀、印象呀，想和我们复盘一下？我感觉这个比赛呢，下半场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转折啊。上半场这个上海海港的数据还有场面的优势都非常大，但是下半场好像马震有扑救吗？好像并没有。为什么海港的这个攻势到下半场断了线了？我倒觉得不是海港的攻势断了线了，倒是这个吴指导赛前提的那个心态，我觉得还是真的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为申花一直在坚持自己的这种打法，他也不着急，输了我还是这么踢。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你有一次失误，我会抓住你。我记得在那个丢球之前，咱俩在这聊，我说王仁超这位置丢了，对吧？然后后面马上还是他那个位置，又是王仁超位置丢了。其实就是王仁超两个失误，他抓住了一个，这比分就扳平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足球比赛有时候真的就是这样，实力是实力，运气是运气，但是中间还有一个你的战术安排，对细节的东西。其实从实力上来看呢，肯定有奥斯卡压阵的上海海港肯定是更强的那一方啊，包括在上半场也是打的上海申花基本上很难过到对方的半场去。但是足球比赛是90分钟，而且是11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人出现一点失误，如果你能够抓住这种失误的话，还是有机会在这个整体场面在绝对劣势的情况之下获得最后一个不错的比分的结局的啊。包括马来莱那个头球其实也是上海海港的这个防线出现的失误啊，只不过上海申花这个前场的球员把握机会能力没有那么强啊。是，听完了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赛后的点评啊，我们前方的解说老师解说了整场比赛之后也已经就位了，我们接下来赶快连线一下我们的杨旭老师，我们的袁佳老师，看一看有什么赛后的一手的心情啊、资料呀要送给我们。上海德比最终1-1平局收场，尤其是下半场比赛，应该说于海涛进球的时候，其实杨旭今天作为我们的解说嘉宾，这种情感真的还是不一样。当时于海涛进球的时候，你心情是什么样？如果我不做解说的话，我会跳起来，但是我控制住了，因为那球在来之前我就说了有了，那球进了，因为我太了解他了。确实应该说呢，上半场比赛申花面对落后的局面，下半场比赛吴金贵指导做出了极致的调整，但是这场比赛表现出来的场面呢，都是双方所擅长的这种局面。申花这边呢，该说就是在打防守反击，抓住了关键的机会。你觉得下半场比赛申花这边对应的调整做得怎么样？我觉得申花这场比赛相对而言没有做出更大的改变吧。我觉得唯一的调整就是说让王海坚上来去把奥斯卡打住，但是呢，曹云定的受伤跟于安超的换人，更多的是一个。